说孩子生病了，得回趟家。哦，原来这个人叫大裤衩子。我来把武器打死吧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严阵以待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哼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全军出击。南林汉小可爱，你这个小淘气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天使带了一个虚弱，出招吧。多兰剑出来，锤，晕锤，锤吃药，锤，征服者触发，出招吧。二级带杀，一级应该是杀不了了。他从现在开始就开始就是一直E，躲在后边E。严阵以待。等二。我携来多的怒火。好闪，不要上啊！他有，等那什么？还有谁？他有虚弱，上我们就上当了。但是我这边是必杀他的，他无论在塔下多少血我都得杀他，我必须都得换掉他。跳锤重锤先干一波。好，可以杀了，让他先打了。这么劲儿吧。跳出去好像也没用了，没太玩好这一波。我一开始摁波浪键玩，后来我忘了我摁没摁波浪键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其实我不用死的，本来我其实是不用死。我那波浪键没摁好，这个跳啊没跳出来。看看这梦魇干啥来了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上，跳晕，锤重锤。你是真弟弟，你连个闪都打不出来，你就是。你干啥？没完了是吧？啊！该你追我了，追吧，使劲追，锤重锤走，该我追你了吧？你还打不跟我？你再给我过来，给我再打两回合，你再打两回合，我把你打死。我们家打野干哪呢？怎么跟人打了这么长时间，这人没见着长啥样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
发不了。回家了。来个小红心，我又回来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去中路瞎吃，有啥瞎吃啊？我把梦魇闪打出来了，啥瞎吃的？只不过那打野自己有点二，我都没见着那人，不知道那人上哪去了都。哎，怎么一直说去中路的问题？那去中路有啥问题呀？不过帮中路打个闪出来吗？打两个闪，蓝圈一个闪，那谁一个闪，梦魇一个闪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他怎么不开大？你用你聪明的小脑瓜想一想，为啥他不开大？你能想明白吗？挺大个人了，别老让我了，老来点你。自己的聪明的小脑瓜转一转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严阵以待。不对，这道题不是这么解的。来，我问问你，天使的大招要多少点蓝呢？要一百点蓝呢？对了，一百点蓝就对了。那一百点蓝，天使为啥没开大呀？刚才天使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有140点蓝量，放了一个 W， 还剩多少蓝呀？干哈呢这？这么偷偷摸摸的吗？还剩80，别管剩多少，那不就放不出来了吗？这道题会算了没？你应该畏惧我，而不是我畏惧你。一下，救救！
没地方跳，放眼跳不出来。打完这把可以看回放，回放就不看了啊，算都算明白了，就不给你回，不给你复盘了。也算上，先来个破败。梦魇是打野呀，怎么感觉像个中单似的呢？他去下半段了，我们找他一波。没想到天使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不找了，我们去下路找梦魇。我重锤，刚才就你啊，刚才就你杀我是吧？偷个小炮车，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Shut down.Double kill. 专注，我替你还是作为人类。哎，这 W 没出来，哟，怎么敢落这个位置？我先跳，好跳弹，再见。谁能救救？再见。十面埋伏是吧？买个针眼，有点跑不动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看来这帮人不太好野，我们还是去上路欺负天使吧。你往厕所里边跑，你咋跑啊？光明中得救。那人头肯定是不能给。这寒冰挺能蹭啊，我发现。打个蓝吧。再来打个蛤蟆，换个针眼钓个鱼。这梦眼开大了，我看不见了。好，钓鱼成功，这边就不交闪了，一个重锤。没想到吧，诱饵。把他们也
我应该死不了，但是蓝枪却死了。你确定要追吗？人挺多，也应该死了。怎么老是四五个人呢？一整，五个人。这边永恩不起飞了吗？我都没见过我们家这英雄，我都不知道这人到底是哪来的，我都没见过他，整场游戏没见过这人，见过一回，在这个位置。他吃了我的伊塔，像这种做的坏事我一般都不会记着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这人就很大度，像这种做坏事的人我都记不住。看招，把他们家下路二塔拔了，来三个人以内我都能打得过，四个人就不行了。好，天使十一，上高地了，这波最多回来杀啊，中路俩人，先跳走，先不打了。这梦魇有恐惧，干不过。天使出来了，找他一波，他指定是往回跑。重锤跳晕，锤锤锤，重锤秒掉。没想到我又回来还开始推上塔了，把下路高地先下了吧。来个人，我们先不要往前，这样他看不见兵线，他不知道这边什么情况，他回防的就会很慢，等他回防的时候已经晚了，我已经给拆没了。我要不要留点蓝呢？不留了，来了，回家拆不掉了，你再回我。我不回就多死一个，没啥意思。还差一路，把上路一推，游戏结束。没想到，三条小龙给了。莫干辣都不瞅你，莫干辣，重锤锤锤！我晕，
莫扎拉人呢？莫扎拉呢？咋消失了呢？黑屏了。莫扎拉是死了还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人没了呢？打掉大龙吧，打掉大龙或者是推个上，这都可以。我就推上好一点，差件什么呢？差件差个九头蛇感觉，算了，智慧墨印，来个智慧墨印。没想到我又回来了，沙梦眼十波拉倒吧，杀不了你大爷，我切切，你跑来，你跑，你跑来，你跑，你跑，我切。哎，晕，回动回，也动回，动回，动回，我定住了，哎也给我晕住了，我就死了。这么狂吗？就因为有大招就狂成这样呗，就回血来，哎，有个手雷，哎呀，黑天了，啥也看不见了。你们两个人打一个人应该没问题吧？还有这老些小兵呢，小兵法外狂徒活了，哎呀，动了，漂亮，给个大大菠萝，没大，哎呦妈，一枪，你打得过那蓝枪了吗？伤害真高啊，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这边剩个主基地，不着吧，梦眼这么活着呢，梦眼活着，我这好像没法拆呀，我拆他不干我吗？他指定得干我，我不拆了，我自己拆等于找死，我不拆，我去上了带线，别着急啊，这波我们看看能不能给这主基地给他偷了。你们一起走，看住，你们先去打小龙，我们先在这等一下子啊，别着急。看看几个人，五招吧，先出来，让对面没有办法抢这条小龙，然后我们跑。哎，好，对面出来了，把他们也算上。什么人啊？ADC 挺猖狂啊，敢在我武器大师面前狂，确实是还是挺狂的。
再见。谁点一下？谁点一下？就一百滴血，谁点一下？上去咔一个平 A。哎呦！扇子妈给点没了，挺好。看看人家扇子妈。